顺有一点灵气，顺了天意的清灵，咱有现世的心境，传着一世人咱的观念，这拢是显明出家，因咱的心就顺无性，传达着咱即马的心性，是咱有运这条灵气，要来讲到回报转，上苍爱予咱一证，因为这是咱一世人入神啊，这个天意只有顺咱的母啊，安尼才会当讲通甲原来的心。真理是应天性，现咱安定，则是顺天性。有咱儒家的灵气，在世间咱只有照心静， yeah. 这个天意只有顺天性，爱咱显明个人的心。我有现主持的灵气。就要求我的心落架，因为这是天性啊。金母娘娘，予我的心稳落来，在世间，咱就会当亲像无形的灵气，只有专家这么清的心，因为我爱。是天的灵魂，让我在世间显的光。这个天意吼，拢是吹出来。因为我在世，我就要讲净甲咱的观念，出伫咱的心中。无应该嘛，本来就无啊，心你嘛看无，莫阁讲心中啦，心内底。这条灵魂，这个天意啊，要有咱个人找到。真理是应道性，要咱转到回无灵。现咱有稳这条心，这是咱顺甲稳定的灵气。我有现世。顺着这条清净，叫做神。咱是神之子，你捌字啦。但是你要讲无的，这个神内底即间亏有无？你唔捌，因为这相差太多啊。我爱是清净的天性，临场中产生我个人的灵气。转到我心中，符合到这个天，这个是咱儒家的灵性，要予咱母娘啊，这么静的心，归到咱现世灵啊，是咱一条清净的法，要来讲到顺家的心，真理。拢是天性，爱咱转互伊稳定，这是咱最主的灵魂，一点灵气的清净，咱只有转来本源本性。阿母啊，有这呢啊清的心，我有回到的灵气，你再来讲顺甲。通灵的心，这是咱道灵的天，嘛是咱搁再顺落来的心。这点灵魂只有讲天界啊，阿母啊，爱咱净出元神，这个天意要咱复回原来的。但你有这个肉体啊，你有这个思想啊。你嘛净甲咱原来，迄个无思无想、无形象呢？
这可能只嘛传灵的要领，直达先天咱的本能。法嘛，本来拢是无生有诶啊，今仔对着咱的心会应的，当然是无啊，咱的无缘啊。真理是天灵性，爱咱最主显的证，一条清净的气，咱只有稳定如灵的心，法啊，是咱遮尔稳的灵气，因为今仔这个法是咱心咧做主啊，咱个人的体会有足，这再来讲清净的灵性啊。你个人若无够足的时阵，有无？有你家己这个阿所味有无？就敢那公差有无？你家己的意识参入来啊。今仔日我咧讲的，就是目睭睭的，完全呐，拢是母娘啊，伊的精气呀，啊，度咱显灵，啊，是清净。顺咱恢复是天灵，这点灵气，我只有讲通会着咱的本来。无啊，爱咱行正嘛，一世人啊，咱就甲聊落啊。但聊落这个经过，这个经验，拢是实况的，毋是照讲咱来举例啦。照着过去发生迄个事故有无？迄个故事来演的啦，还是照别人的迄种资料啊？今日是我家己爱亲身，我有行过，有印证过，有根据过。上苍的天性，爱咱转乎伊顺家的心，是咱有这条。清净的气，咱再来讲顺母啊，这么静的心，我爱拢是这条心，要伴着母娘啊，这么稳的灵，是咱在世间，咱就要这种坚持的毅力、毅力。安尼，我再来讲正法正理，参入来嘛。这才是咱上大的志愿嘛，因为我爱是先天嘛，这个天地只有讲情啊，咱才有这条清家的心。真法是天灵的本性，爱咱有着是正法的天性，灵伊的法界，只有行出。现世的灵气，咱爱对着神，是咱顺家的本性。咱爱落家现的清，今日清就无复杂无，嘛无混乱咯，嘛无把你的心印出去，迄点意思哦。所以讲，我爱是现主事。我心会当做主的，叫做元灵出现啊，拢是直接这个天界，因为我爱是清净的本性，天下间的神，所有的心肠拢是暂时的，因为要因咱的心嘛，介绍讲，最重要就是咱家己的拍算。咱家己的主意，你要安怎亲像什么形象、什么形象，这才是重要。所以讲，咱爱是清家己的心，照着无形，甲咱转会过来的心，这才是咱个人的体会，你有精准。是咱无形这个天性，要咱一世人讲的天命，本来咱拢是天给咱的，这种性命啊，
今日咱才有规矩嘛，敢若符合着先天咱的心。我爱是正法，这点气，要来讲着顺家咱的心，在世间我只有这心来运用、使用。因为现主席你讲的是现代的心嘛，是咱一条清净的法界，要来运用着咱的心的原来。原神、原料，这才是咱会当照着咱现主时，你会当提出来咱个人的心的本性，不应该，拢一定爱复回原来。这种清净的心，要讲就讲，咱人想会出来。你做会到上悬呐，迄种美妙，这个天意呀、啊，就慢慢转。今日我爱啊，亲像安尼，讲起来真简单，亲像母娘嘛，这么自在啊，讲话这么清楚啊，会当引咱人的心。甲咱的灵归神归身呐，安尼尔尔，是咱这条现主持的灵气。你才有这尔啊顺的心清，真理是灵天性，爱咱转乎伊这尔稳的天命。咱有一条元天灵，你再来讲顺家。这尼啊精，这是咱回着的灵气，嘛是咱搁再顺着天，无形伊的灵性，只有看着先天这尊神，因为我爱是清净的天，咱再来讲顺家稳定的神呐，无形的天界。只有咱转咱顺母啊一心啊，这个天意吼，拢是明明白白的啦。今日什么心呢？就是咱的心啊，无住无阻碍，这就是咱的心。天啊干呐，你有意识啊，啊你有个人的思想伫内底啊，迄就是乱心、假心啊。是我要一世人，我就要甲清扫啊，要甲清除啊，所有的混乱啊、复杂，是我即卖咧讲的话中啊，我歹掺着、掺着咱在世间呐、啊，这个思想、这个意识、这个有形上入来啊，所以讲我会当照着无啊，这种虚空生万有的。真法，但是这是真料哦，不是生一挂杂料哦、副料安尼吼。这才是咱通灵的本性，在世间咱要用的实料、实况的实情，这种实相啊，才是咱要恢复回来迄、那个无助的心性啊。是咱这条清净的气，我完全拢是无啊，予我这么自在。但是我个人啊，爱受着母娘的重托，母娘的疼痛，母娘的重视，我才有这世人现主时你讲的母性。天元是灵天性。转咱恢复是正天命啊！上苍伊爱予咱遮尔稳的心，我才有遮尔啊正的心啊！现加遮尔稳的灵气，咱只有转着先天的性，无应该的本性，
咱只有转到先天的元神，你要有这么清的灵气。我再来讲顺家定咱的心，阿母啊，有这么啊顺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回母这么静的心。这个天地只有顺天神，母娘嘛，再来讲这么稳的灵。是你有这条清天的心，我再来讲这么稳的灵，显露是灵天性，爱咱道家则是现世性，因为这是咱顺着母性，爱咱恢复清净。老母娘娘伊的灵气，只有定咱顺入来这条本性。因为我爱是清咱的灵魂，因为这是咱的缘啊，这种制度，母娘爱咱哥哥，拢会当行入到正法这个无助、无求、无所望，因咱只有掀开着咱的灵的窗，这个无形伊的灵性、无助的天命。上苍爱咱讲的，是原来迄个天真，毋是咱即马个人的聪明，你所有想的出来即种知识。所以讲，咱爱是直通，先天这个母性开发到你直通即阵心灵，这才是咱的元素。是咱回到这点灵性，要发射到清净咱的本性，因为这是母性，母啊伊的灵，转过咱的心嘛，你才会当归元，这种清净啊，真理是天灵，见灵转会知，无形伊的本源性。咱再来讲，回到这尊神，这个天爱予咱会稳。我再来讲，顺家这么静的心，因为我爱是清净的天性，老母娘娘伊的天命，母娘啊，伊是这个天的寿命。都有咱哥哥的灵性，因为母娘的生咱，爱等咱倒转去，所以讲伊的长命。今日我咧讲的是这条灵气，母娘一直延，一直延，要等咱归宿、归元。这才是咱清净的天性，咱在世间，咱想会晓，要讲的本性，是我爱呀。这么稳的灵气，母娘伊要传嘛？你才有这么静的心，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咱只有转灵啊，现静，母娘嘛只有这么清啊，安尼才有原来啊，生出着咱的母性母意啊，这条灵魂的元神。出现伫咱的心中，咱准备呀，要这么精啊，回报啊，是咱爱有清净的法界，伫通咱个人的心性啊，在世间，咱都要顺安尼这么精，敢若亲像原来咱的形体，转到这么顺的灵气，爬起来。咱的心啊，恢复阿母啊，伊的性啊，这条灵，安尼咱才会当讲清净啊。要来讲到这条灵魂的神，是我有这点敬天的心，传达到母娘啊，这么顺的意，这是咱无的定性，搁再化。咱念祖师的心，
来讲到这呢顺的意思，不应该嘛？伊只有讲通啊，是咱会当顺加一点神，我才有母娘啊，这呢稳的心，是灵魂一点气。我也会当讲的是顺家的心，现路是天发神，爱咱转这呢正，这点灵气只有通灵。伫咱有这条清天的心，我才有母娘啊这呢稳的性，现家清净咱的天界，只有恢复。心中的原性，咱有老母娘娘伊的本性，你才有在世呀、啊。咱的灵性，因为这是顺天，咱只有讲破，咱现主是的灵，归老母娘娘伊的心性，不应该爱行到这么清楚。咱才有现主时的心啊，同甲老母娘啊，这么正的灵性啊，安尼才会当救啊，救到老母这条灵性化为整个咱的天神。真理是天灵来，回咱出家则是灵气，转到清净。这是顺心，有咱这条现世心，你才有这么稳的灵气，因为这是无缘啊，是咱今嘛的本性，咱才有这么顺的天灵，一条有顺甲母娘啊，这个心的性。我才有这世人福慧，我的心这么清，这么清，是咱这条灵魂的天性，金母娘娘甲咱拍通。今仔我会当顺甲这么稳的灵性，这是在世，我搁再复神，恢复着咱的天，归着咱老母娘。这条本性本能，这个天理啊，是有制作的，也有天数的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当照母啊，安尼给我引导，安尼给我牵绳。今仔我才会当照着顺咱母啊这种信号，安尼我才会当讲发这么正的心。是咱元灵的天意，是咱搁再顺家的心情，灵元的灵气，我只有转达先天的心，咱有一条灵元的本性，你才会当转回稳定。这个天理啊，只有顺咱的心。走出到这条原始的神，无形伊的天界，只有转达咱的心清。今日我爱是无的灵气，转到上初咱的母性，复回原来这尊神明，伊是顺这个所有的原能。今仔日，我只有照着咱现主是的本性。上界早，我即阵神明现到这么精，我的灵，这个天要我恢复清净，咱搁再顺家的心，得通咱的元灵本性，大家无让啊，这么精的神啊！是咱这种灵气，神啊，也定灵，现到
实灵法界，转到清净元神，咱的本意，予我找到这条灵气，这是浮出来咱心中的元能。母娘爱予我用到这种能力，先天嘛，咱有元能这种资源。所以讲，现主是实母啊，伊要予我讲的这种元气啊，元神的主宰，这个天爱予我慢慢开。我只有这点，现主是的灵性，亲像咱的元灵本神，转到这么稳的灵气，导致我这世人要归元灵这个位。我有这条清净的天，是我这条灵魂的心，要来讲到顺母啊的性，上苍的天性，爱予咱行正这条本领，伊咧在世间嘛，咱要讲的是清净这条灵性，发射到上苍这尊神。这是无疑啊！今日咱才会当顺加献着咱心这条灵啊，出现伫当场，咱的心啊来用。这个天理啊，只有咱的功能功用，安尼你才会当变啊！咱现主是的心，敢若亲像原来这个母性。增加咱这么稳的天灵，真理是天法界，爱咱行出现世神，咱才有这点青天的本性。你爱有这么正的天性，我再来讲顺加罗灵，是你有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加。这么正的心是原始的本性，是咱转来现世正。因为我爱是顺这条心，嘛是咱母啊来讲的灵气，对伫咱清净这条灵性，咱只有顺着通。我爱是恢复母性啊。这是清净的天界啊，咱本来心自在啊，是咱今仔的灵气，敢若亲像老母伊的心，咱才有这条现主是的灵魂。你敢若亲像要恢复原来迄种灵界，这个天啊，要让咱点一道。你想会出来，这才是咱的原来迄种本能。现主是嘛，我只有照着咱的原能这种质，因为这是顺的嘛，顺的只有母啊，伊的功能，伊所有发射伊的力量，我爱。是这条清净的天性，会当我的心单纯，会当我这条灵归原体，是咱无形这个天地。我要利用着咱人会当归原这条心，这个天啊，我才会当讲清啦，灵源。是天灵的本性，爱咱转乎于稳定，这才是咱传法的灵气呀。在世间，我只有向母啊来讲着我的心性，传着我现主是的心性。天理是灵天性，爱咱转来现的性。这是咱主宰的灵气，嘛是咱讲通灵顺天，
我有回到的灵性。咱再来讲顺加显的证，无形伊的本源灵。咱再来讲顺加正的证，拢是回到的天，你才有正的证的心。元素的灵气，咱只有转甲正的证的心定。这是咱顺着通天的灵性，在世间呐，咱只有讲恢复元灵的本性。伫咱有运的灵气，我再来讲大母传承。咱爱是正呢运的本性，你再来讲儒家正呢清，现家顺母的灵。我造现主是正法的神，灵也当归天，安咱造这条真稳定的心神，灵魂也发界，只有一直延一直长。啊，今日我要讲的啊，是清我家己的心，延长到我这条灵的寿命。在世间，我只有向天。要来讲到我个人的修持，养着我个人的心神啊。这个天界啊，只会当运用。咱现主是找会到的老母伊的原能、原力、原神，来做咱现主是的法宝。这个天。安尼才是真正予咱的哦，在世间咱才是接到的，这条清净的本性，助咱这条灵会当恢复咱的元灵，是安尼，咱才会当讲通这点灵气，在世间咱才会当行这种实力，因为这是咱个人咱所修到接到的。母娘的信息，先天的信号，更加咱的信心，个人的信仰，这是咱的信息啦。所以讲，我爱是现主是，我真灵啊，这种灵性接到先天阿母啊伊的心，这毋是用讲的。这是咱用讲的内底迄个用意哦，迄个功能发酵啊，是咱要来讲到青天的灵性啊，是咱元素这个天性，要来讲到无清净的本性，灵元的灵气，只有转到清净的心。我爱则是显明，因为我咧讲的是照天性，母娘啊要让我传的是整个的元灵，做我现主时要来讲清净的性，是咱罗灵这个天意。我要把心啊转会清，这是咱罗灵的天性。嘛是咱代表这个神呐、啊，伊的本性，是咱在世间你看会开。神呐、啊，伊是一点理念的。我要讲的是原来的本性，我个人找出来这条原神呐、啊，原灵伊的本心啊。这个天意只有讲天界。因为我要爱是我家己的本性，罗灵啊，这么正的我，现家这么稳的天性，离袂开着母娘甲我合成啊，真理是天灵性，爱咱转有这么正，是咱无这条灵气，在世间。我特别运用
我即卖会当知影突破。我即阵灵啊，最神即个计，我袂阁利用其他来积累，因为我要直接来讲到即个实况实情，这才是我在世间的接触，在世间我捌的，在世间我要做的，即种真意啊，道理啊，就是你爱了解啊，你才做会出来。这种功效是咱无形这个天性。我要来讲到顺加现证，真法是天灵的本性，爱咱转到现世的心。我有一条清净的天，我伊爱我真稳的天性。我才有现主持的心，这是咱开发先天的本性。咱有这条青天的灵魂，你再来讲正呢？阮的天意，无形伊只有讲天性啊。这是咱儒家的天性，嘛是咱母娘啊来讲到正呢？阮的天命。灵源有咱的本性，爱咱转有咱的天灵。你有一条正天的气，我再来讲顺家母娘啊的心。老母娘娘嘛，伊是献开的，真顺呢。顺当然是大的宽，但是我爱是亲像老母安尼。形容啊，这个心的力量，敢若亲像母牛一直甲撑开，这个天意啊，要让我的心啊，会当行出着我的性啊，敢若亲像先天的本领，不应该啊，伊可大可细，但今日我要讲的是拄拄啊好。我讲的事实，证会出来我个人的毅力，因为这是合情合理呀、啊，是我爱有这么稳的灵气，今仔我才会当讲通这么顺时，用着现世的天界，我只有向着天元这条心。因为这是咱阿母的灵性，靠上来，我这条灵魂，这个天意要让咱讲的是真元的心，我才有这么稳的灵气，敢若亲像母牛啊，顺到这么正的心，一条有稳的天，我再来讲顺到母牛啊的意。是咱悟出这条灵气，在世啊，你就会当讲通灵。因为我只有母娘啊，这条灵气尔尔，因为其他拢爱修合啊，修会济啊，你才会当倒转来母娘家。所以讲，我一口气一气呵成，我这世人就要完成，甲母娘啊是相共，大错。这个天意啊，只有安尼来完成。在世间啊，咱就袂阁耽误啊，袂阁延迟啊，袂阁直接三心两意啊，敢若无法度忧郁啊。今日我要爱有这么稳的天性，只有我的心来请用，因为这是咱的原体，不应该伊爱咱真正。会当合作伙，敢若亲像先天我的家己，守着清净我的本性，行出着现代我的母灵，真理是天灵心，爱咱道家正天灵，顺着原来咱的本意，咱个人要有拍算啊。
咱个人要有准备啊，因为这是正法的神啊，参与吧，咱这世人啊，咱行出来这种正体，是咱有这条本源本性。你再来讲团灵，咱的本性，在世间咱都这呢种的心，这个天意只有讲天界。讲咱的心嘛，只有讲自在，因为是咱这条清净的气，咱才会当讲顺家现主时的神呐、啊，是咱有宝啊的灵气，咱搁再现灵鬼，我爱是这条清净的心，参伫咱这呢稳的灵，现着清净的天界。咱只有来讲顺母啊，原来，因为这是咱的天元灵驾，是咱这条本源性，参伫你会当稳落来，这样尔稳定。母娘啊，伊只有讲天性啊，今日我爱是直通，照着母娘啊这条神，你才会当讲元天元灵。无形离袂开着咱的原来，所以今日我要讲的是真，我家己的心。这个天理你若无静甲大，你这个心嘛，无都恢复原形。今日我只有向着我家己来要求，来认真，这才是咱团灵的本性。要开着咱的法这呢啊静。是咱恢复敬天的心，咱爱有这呢顺一家，显露是清天的本性，放开则是咱现主时的本灵，我爱则是天意，这点灵光拢是顺神的，无应该就清清白白，因为我在世我就要讲到。这呢稳的灵性，因为这是个人的依靠，个人所有吹出来，我真正的目标，因为母娘啊，伊用着真理来拍通着我这间气，今仔我这个神啊，在伫这块只运作，所以讲这是咱的天性天卦，甲咱通灵，不应该嘛。爱拍通你的挂念，咱无所谓挂念嘛。所以讲，今日我咧讲的是天理的灵性，老母娘娘伊的通灵，予我这世人搁再复心啊！这个天意呀、啊，就是咱直通母娘嘛，无爱予母娘啊挂心啦。是安尼，咱才会当行出。现主是咱的灵性，卦是淡薄的啊，所以讲卦是要甲你讲相结的啊。今日甲无卦解、无卦心、无卦念，当然咱是脱当来母娘的身边啊，这是上直接的啊。是咱有这条现主是的灵气，我再来讲净出先天的本性，落加这条。元神出在咱的心中显一清，好啊！Hey, now, hold on.
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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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